不过饼干可以不要那么甜嘛，因为我们的逆流姐。逆流。OK OK。不能吃太甜。逆流上，我也是到逆流。好 OK OK OK， 我准备比较不甜的给你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等下餐厅再帮你送过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什么时候叫逆流姐？谢谢陈博士，感谢您哎。如果你掉那没去，车上有，谢谢。无礼貌，赶快收起来。有有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开玩笑啦。我收起来了哈。哎呀，唱嘛唱嘛啦。慢慢来，慢慢。我知道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谢谢。是要5000的吗？5000的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你。那个谁。谢谢谢谢。谢谢老板。来，这个。嗯。还能喝吗？既然新鲜的。能。有奶吗？没奶可以。没奶啦，但是。没奶可以喝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，老板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陈博士。好的，真好的。有路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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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间啊有都有都有都有。谢谢。啊，还有种玉米，玉米在后面。对，我们先还有玉米啊。今天不是重点，今天是采火龙果，都是我们阿基的最爱呀、啊。我就喜欢吃水果、啊。我们先采玉米啊，玉米哦，玉米，玉米笋跟玉米是不同的营养作物。玉米笋它小时候它因为它没有淀粉，所以它是蔬菜啊。等到它长大之后有玉米里面有淀粉，它是变成淀粉类的东西，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。哦，好，我们这边走。哎呦，我以后就可以跟你订玉米，对不对？有栽培吗？有。我最喜欢吃玉米啊。物色上游的概念吗？栽培姐的。对。栽培，给他订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帮他吹冷气啊？有呢。有啊，他呢？哦，他。他们呢？有了。他们三位。哦。手作饼干是可以不带走的，可以栽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手作饼干可以不要那么甜嘛，因为我们的逆流姐。逆流。OK OK。不能吃太甜。逆流上，我也是到逆流。好 OK， 我准备比较不甜的给你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等下餐厅再帮你送过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什么时候叫逆流姐？要讲吧。不是到逆流。不是到逆流。你听起来像英文名字。不是逆流 sister。谁是哪里？他。他们就要叫我逆流姐，都可以。谢谢我们的绿挂咖啡，谢谢。哦，他最爱的龙口的代表，我们龙口的粉丝。谢谢哇！他是代表龙口的粉丝送你。谢谢，我喜欢这个，跟我一样，我喜欢 dirty 一点。OK， 所以写的太 pure， 太干净，太干净。有一些毛边的味道比较丰富，它毛比较多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有在拍，你不要冲动。有在拍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对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。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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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